在主目录选择媒体收音机，再选择已储存的电台。你可以浏览车辆收音机预设的电台频道。如果你想将其他电台频道加入这个清单，先按返回到媒体收音机目录，再选择电台频道。将控制器向左拨，在左边选项列按手动搜寻，在这个版面选择需要储存的频道，然后按控制器，就可以将这个频道加入到已储存的电台清单里面。你可以用台环上的滚轮按钮切换所播放的电台频道。当你转动按钮的时候，仪表板上面就会显示所选择的频道。按落滚轮按钮就可以确定选择频道。你可以使用中控台的音量调校按钮，或者使用体环上面的音量控制按钮调校音量。如果想切换其他音讯播放来源，只是需要按落中控台或者体环上面的 Mode 按键，就可以切换音讯播放来源。